只机关兽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它比我印象中还来得厉害，想看看李军是怎么改造的。我稍微有些好奇。控制的书还是一样的结构，所以，哎，夏丹，是他。夏老正不像是李军一伙的呀，上次还拆了他们的复魂牢。这其中恐怕另有隐情，有机会回御史去，再问问他。多谢子胥，祝我军顺利攻下关卡。文叔多礼了，只是举手之劳。既然过了关口，我们会继续往昆阳去探查绿衣女子的消息。届时战争若起，可得请诸位多加注意。明白，文叔征战沙场也务必要谨慎行事，毕竟胸怀天下之人可不能在此就败下阵来。那是当然。